要70000元，所以大家支持的金币达到700万，就能成功捐出700万，成功捐出一辆救护车。好紧张啊！是金币达到700万。开始了。不知道。还是我没有说。OK。跟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曾佩慈。今天呢，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久没有以直播的形式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直播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哦，因为就是2017巴沙明星慈善夜联合一直播发起的画出生命线公益活动第二季。这个活动呢，是为了善行武江思源巴沙自治区救护车专案筹集善款。让人开心的是，在无数人的爱心支持下，巴沙救护车的项目呢，现在已经累计了1900余辆救护车，服务于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550余个贫困县乡卫生院，超过4亿同胞百姓受益。对，所以今天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它带有公益的性质，以及帮助到需要的人，特别是贫困区的民众们。那么今年呢，这个专案会重点围绕在广西、宁夏、新疆、内蒙古以及西藏等5大民族自治区，通过向自治区贫困县乡医院捐赠救护车，改善当地医疗条件以及急救车辆不足等现状问题，为那些身患急重症疾病、危急孕产的乡民们争取黄金的救治时间，让生命和希望得以延续。接下来呢，我就会来进行这件事情。既然叫画出生命线，今天就是以绘画的形式呢，边跟大家也是算是一个做一个交流跟互动。那我会在这张卡片上的这个立体的救护车上，大家有看到画出生命线，我就开始进行着色的动作。那其实我非常的开心，这次来北京宣传我的唱片，我爱你以上。有能够拥有一个这么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棒的一次一直播的经验，那也要谢谢时尚巴沙，因为他们的这个汇聚爱心的这个活动呢，不断的延续下去，那就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的人。我就先来画，然后我会边用那个手机看大家的留言好吗？那有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先跟大家说，因为听说捐赠一辆救护车呢需要70000块，那所以大家的支持的金币就是这个吗？金币呢？对，如果金币哈，不是实际金额，达到700万，我们就可以成功捐出一辆救护车。但是我当然是希望大家量力而为，毕竟这是一项就是我们没有要强迫大家，它就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善行。不过当然我会希望就是如果大家的爱心还有你的能力都是能够有达，就是以你的能力能负荷的为主，那就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成功的达到这个数字，700万的金币。好，但我们都不要有压力，我们先把这个救护车，可爱的救护车先给画出来。与此同时，虽然我可能没有办法一心两用，就我没有办法边唱边画，但是如果大家希望我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可能想要听我唱歌，能够让你们觉得哇，这个金币捐起来特别的开心，也可以告诉我，那就是我也可以请工作人员帮我看留言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我会尽量尽我所能满足到大家的愿望好吗？好，我就先画咯。我觉得救护车让我想到蓝色，所以我想以蓝色为主体，并且是天蓝色。大家有看到今天的天空吗？非常的漂亮。哎，我是废话太多，我废话会太多吗？不会，这样很好，大家都想要你唱偏爱。我觉得我后面很想要我唱偏爱，点得好，因为偏爱这首歌有一个爱字，代表着你们的爱心非常的怎么样？不是偏，是偏多，代表你们的爱偏多。
你们的小礼物，我在卖东西是没有，他一直送 love， 送 love 是不是？对啊，大家好爱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是真的要量力而为哦，好不好？好，现在有10.9万个人，对不对？嗯，对啊。好啊，好喽。那如果就是还有喜欢我的朋友们，他们如果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的话，请大家告诉大家。我先来着色好了。我要把好，然后我要边画边唱，是不是？看你可不可以喽。以为会习惯，那日夜无光，忙不完的伤。哦，感情算一算，这个救护车很大，我要把它画。说幸福的话，为心存而忙，还没明白结果，爱的不知所依，然上爱情的当，让满身的伤皆相同的吧。我是不是起劈太高了？我们看过太多童话故事，才会无法理解平凡故事。任凭爱本着，我是不是唱太高了？有一点。任凭爱本着欲望的本事，去让人懂事。你们都很懂事，但这样的方式又有什么意思？就算再多欢笑，眼泪交织。我突然画到一半，有一个灵感哎，想把它画成今天日落的天空，来上一点晚霞的颜色。至少一次让我幸福放肆，我明白。没有浅，没有淡，没有粉红色。你手上拿的粉红色啊？它是桃。那另外一只，这一只。紫红吗？这一只。你本事是什么样子？我愿意一试。画好这台救护车，画出生命线。好啦，就是如果刚进来的朋友是不是可能会觉得不知道我在干嘛，我再跟大家说一次，今天的活动是这个。画哦，那个触感好可怕。画出生命线，这是一直播与时尚芭莎合作的一个公益的活动。那借由直播的形式呢，透过大家捐赠的小礼物产生的那个金币呢，达到700万元呢，我们就有能力能够捐赠出一辆救护车。而这救护车呢，就是要帮助这次集中在广西、内蒙古、西藏、新疆等五个县乡市地区的这些比较贫困啊，比较可能他们的其实急救车辆是不足够的。那这次这个，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广西、宁夏、新疆、内蒙古跟西藏五大的民族自治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募款的活动呢，这个捐出的救护车就会帮助到这些地区的人民，帮他们争取更多黄金的抢救的时间。那目前其实这个活动已经筹集到了1900余辆的救护车，帮助到了550余个贫困县乡卫生院，超过4亿的同胞们受益。所以让我们今天继续把这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继续流传下去，好吗？那么现在我就继续画咯。然后这次来北京，其实我现在人在北京，就是因为我这次其实来有另外一项工作，除了画这个画出生命线的活动呢，我这次也来北京宣传我的第二张专辑《我爱你》以上，偷偷的让大家看一下，长这样子，然后有13首歌。其实颜色很搭哎，蓝、红、绿。我明天就要离开北京了，所以离开北京之前，能够有这么好的机会呢，
做一件能够帮助到别人的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开心。其实这次帮助到地区的那个帮助到的地区，集中募款的地区，都是我蛮想去的地方，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去，我会记得这件事情，也会记得谢谢大家的爱心。然后你们有想要听什么歌吗？应该没有吧。好多人点够爱哦。够爱哦。对，今天都是要跟爱有关是不是？对，还有我爱你。他说刚刚说你清唱很好听，是行走的专辑。是行走的专辑。好，那唱够爱吗？唱够爱吗？现在是12.7万个人，那我们13万的时候唱好不好？好。今天的活动我不知道会进行多久，可能一个小时，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赶快。13万了。好快。我的爱只能够让你一个人独自拥有，我的灵和魂魄不停守候在你心内。我现在在想，我这个车子的轮子到底要涂什么颜色，要涂什么颜色，藏在无边无际小小宇宙。爱广西的我，爱宁夏的我，爱内蒙古的我，爱西藏，还有哪里啊？广西、宁夏、新疆都讲到了吧？广西、宁夏、新疆、内蒙古、西藏，对对对对对对。好了，就是那还是有这些地区的朋友们跟我打声招呼，让我知道你们在，好不好？有人建议你轮子可以涂绿色、黑色或橙色。我也是有在想，但是我就是一个喜欢不太一样。哦，有广西的朋友跟你打招呼喽。Hello， 我没有去过广西，我只有去过广东。好多广西的人跟你打招呼。你们好吗？你们现在干嘛呀？在看你直播。啊，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呢，刚下班呢，还堵在路上呢，还是有吗？好吗？一切都好吗？还要听什么呀？还是想要我做什么事情？只要我做得到，我都会考虑一下。大家留言好热烈，跳得好快。我们要争取那个金币达到700万啊！没有，其实也没关系啦。但是当然是希望今天能够帮助到人，所以。好不好？就是可以请你的家人朋友，如果是喜欢我的，打开他们的一直播来收看这个线上为画出生命线这个活动，展开一个汇聚爱心一起募集这个善款的活动，好吗？我的声音应该听得清楚吧？啊，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还好吗？大家都有广西的朋友说希望你去广西。那广西有什么好吃的？你问大家。问这个问题会很不好吗？就我一直觉得说今天这个活动是不是要严肃一点、正经一点？需要吗？不用啊。不用吗？我们可以很开心的请大家来参与这个好活动。对。广西有米粉，大家开始写了，米粉他疯狂写了，你可以看一下。哎呦，哎呦，什么、啊、柳州什么粉啊，老友粉。我明天就回台湾嘞，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回台湾，我现在要把轮子加颗爱心。不认输的痛，失败后的奋斗故事。也想在喧闹的马路边温热的。现在有16万个金币，天哪，700万，我的天哪，是不是真的是
做爱心、做公益就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你们有听我的专辑吗？对，可以介绍一下专辑。专辑这次收录了13首歌，然后，然后呢，其实有一些歌我一直都，8月5号我在台北的时候办了一场演唱会，然后有些歌其实我都还没有机会唱给大家听，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如果有机会就也可以唱给你们听。哎，我如果头一直低着，你们就看不到我的脸，对不对？头发是不是长长了？我现在要想那个车子怎么画。那不然你们先告诉我那个，因为我这次来北京宣传，其实有一些直播啊，然后25号在北京也有一个音乐分享会，你们有听吗？然后有看我的戏或者是听我的歌的人，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一个作品，然后工作人员可能可以转述给我听，这样子。是不是该画一个司机啊？画个超人好了，希望开救护车的各位英雄们向你们致敬。超人怎么画？有点困难。是不是红跟黑跟红跟蓝？对，他那个袍子是红吗？对啊，身体胸前会有一个 S。 对，嗯， super。欸，有人说明若小溪终极班叫我唱演员，好意思？我不好意思啊。简单点。自己 Q。 有人叫我唱演员欸，可是哦，对，你是不是知道我演唱会有唱演员？简单点。超人的衣服是蓝色吗？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唱一下。他的 S 是什么？被滴进的情绪侵蚀裂，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你还要我怎样？我今天听到，我今天听到韦静唱那个，那首歌叫什么？你还要我怎样？哎呦，我们家黄伟静唱的蛮好听的。我没有办法一心二用，我画错了，没关系，没关系啊，差不多，还好了。好了好了，就是配词版的超人。我对我的版本超人。你还要我怎样？好像很多歌迷有去台湾看你的演唱会，真的假的？好多人在点萤火虫，哎，这首歌真的要去看演唱会的人才知道。对啊，而且超多人点的。萤火虫没有收录在我的专辑里，然后你们还知道，我只能说非常的有 sense。然后完了啦，直播要怎么样才能够吸引大家啊？太久没直播了。不是说一直在等我直播吗？我人来了。那就问大家有没有题目，有没有问题想要问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呀？他们都没有问，他们只会一直叫我唱歌啊。你们会觉得荧幕太暗吗？应该还好吧。超人的头发，他头发什么颜色？金色。我不管了。你们看得出来我是没有绘画天分的人吗？应该看不出来吧。好，然后哎，现在给你们看画到这个地步，其实我快要画完了耶。哦，怎么办怎么办？
掉人了，掉人了该怎么办？那不然，那不然你们继续点歌呗。这外面可以画。外面也可以画。好，我知道了，从第一首唱到最后一首。让我来为你介绍这张专辑第一首歌，叫做《我才没有那样呢》。简单点说话的方式。你们好了，我正经一点。那我可以唱我专辑里面的歌吗？第一首《我才没有那样呢》。早安，晚安，本来都不知问候，少了你的爱都成寂寞。原来对你的依赖是隐形的伤口，怎么办？心还热着，但好痛。前进，转弯。找不到对的出口，如果觉得我唱的好听就刷礼物吧。不到对的出口，满脑子都是你的笑容。我不怕夜长梦多，只怕醒着的时候想你，想着想着疯了，我才没有爱你，我们之间怎么可能？我才没有恨你，就凭你呀，差得远了。我才没有倔强，思念眼泪都是胡扯，还拥有心动的可能，别傻了。我才没有怀念我们之间有多快乐，我才没有相信遇见你有多么难得，我才没有嘴硬说我懂了就不哭了。原来爱只是过程，拥抱遗憾才完整，明天的太阳仍然暖着。说到真的，我们来画一个太阳好了。早安，晚安，本来都不知晚后。第二首是什么？第二首，我的泪。哎呦，你们会听这些不是？你们会想听这些不是主打歌的歌吗？只是我看见我的泪，反对自己有太多危险，相信你看见我剩下的美，也不会眷恋，梦太遥远。原来我发现我的泪没有完全。我是不是应该准备一把吉他的走出伤悲，能不能成全我们的完美？我不顾一切，的勇敢去追，怎么原谅我的奢望？超出的爱，如果收掉，想念太疯狂，也太过漫长。无法等到天都亮。昨天为什么一唱歌就涨粉？这是什么道理？可是还没有进来的人又不知道我在唱歌，那他怎么会涨粉呢？为什么？进来的时候就知道你在唱。那大家都说你唱得好好听，要不要出一个 unplugged 的专辑？我想要有一把吉他，我就可以边弹边唱给你们听。现在可能没有吉他，有卡拉。好的，那我们最后要不要到时候跟大家预告一下？最后我们来一个我爱你，跟大家一起大合唱，是不是？对，好吧，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反正这次的直播呢，为了要吸粉，我就是会一直献出我的才艺。但是因为我要变花花，所以可能除了唱歌，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同时做什么事情。不过，
哦，现在有23万，700万，700万很难呢、欸，但是你们真的很有诚意。然后今天再说一次，今天直播的目的呢，就是时尚芭莎跟一直播一起联合举办了这次的画出生命线公益活动第二季。那这个活动是为了善行五疆，这五疆就是广西、宁夏、新疆、内蒙古以及西藏等五大民族自治区。那我们通过向自治区的贫困县乡医院捐赠救护车，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以及急救车辆不足等现状问题，为那些身患急重症疾病危急孕产的乡民我们会为他争取黄金的救治时间，让生命和希望得以延续。那么我现在在进行的就是这个画出生命线的这个具体的行为啊，就是让这张色卡上面这个救护车发挥我的创意，然后让它变得多彩多姿，也像你们的小礼物一样多彩多姿。那希望大家能够让这个屏幕更加的多彩多姿。那这个小礼物呢，其实大家就是量力而为啦，但是总之其实心意当然是最重要的。然后今天呢，我愿意为了这个公益的活动，如果你们需要我唱歌或者是希望看到我做什么都很好哦。那我刚刚已经唱了新专辑我爱你以上中间的当中的前两首歌，刚刚现在应该还不能看回放，刚刚唱了我才没有那样的，还有我的泪一开始也唱了偏爱，后来你们又点了够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唱什么呢？请点歌，点歌同时不要忘记刷礼物，好不好？我好像主播，我是不是主播 ？OK， 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再5分钟就好了，我其实不太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这辆救护车还没有画完。快点，如果只剩5到10分钟，你们最想听什么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有人说新专辑的，没有问题。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那我们一起大合唱好不好？简单点说，好啊，认真了。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地的生命线。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再次，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按到了，是谁的憔悴，洒满地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最后两个字给你们唱咯。哎，我可以留言吗？可以，我可以留言呢。错觉，我会打我爱你。哇，有人送你火车欸。火车是干嘛的？不知道，好美哦，粉红色的哦。送给大家。我知道我的拼音怎么拼 ，Z 对不对？欸，不是吗？是啊。是。张佩芝。呵呵。第二章，章专辑，有看清楚吗？有，那你要定格一下。一上 SHANG 我知道。好听 ，H， 啊，好，听，好嘞，好，那最后我猜只能再唱几首歌啊？那哈，看你要唱，但是可以唱一半，一遍就好了，唱一半是不是？可以，你可以在这方签上你的名字。好。
好，要让爱心充满这个世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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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对了，说真的，如果下次来办演唱会，你们会希望我唱什么别人的歌曲翻唱啊？我这次在台北演唱会有唱演员哦，然后，哎，他指纹哎，那我也要。不，那个签名就好。我不听。我也要指纹，是不是有点恶心啊？完了完了，我这无聊的举动又会掉粉。等一下等一下，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OK OK， 好好。大家可能回到家了，所以比较好，可以看直播，人数一直往上升。快快快快快！希望我们可以破三十，好不好？破三十，破三十，争取破三十。对，争取金币破七百。哦哦，要唱什么？你们还想听什么？他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气息。他生气的时候会眨眼睛，像洋娃娃的表情。你们在我房间里面有一个人叫王俊凯吗？对。他耳朵戴，我是说真的，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快点。他，你个身份证借我用。他耳朵戴着一副随身听，所以我真的是为了大家，我是为了这个公益活动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吸引你们的注意力。我并不是在开玩笑，我也没有说谎，我这个人做人的原则就是秉持着真诚以及不骗人，所以我房间真的有一个王俊凯。把那个盖起来。对，我真的没有骗你们。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怎么跳那个动作？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我怕被 TFBOYS 的粉丝讨厌。哒哒哒哒哒，哎，提示我歌词吧，你们留言。哒哒哒哒哒哒，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哒哒哒哒哒。这位王俊凯他住在辽宁省，就是没有在我们帮助的地区，所以广西的朋友们、宁夏的朋友们、新疆的朋友们、大疯了，他求看照片。什么？对，我只有跟 TFBOYS 在之前两三年前的一个颁奖典礼上，我们的确是有打过招呼。那刚刚真的只是因为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娱乐大家，但我是说我娱乐大家，那只是找一些话题。而且他是我的化妆师，他真的叫王俊凯，但我们平常不会这样直呼他的名讳，我们会叫他东东。所以呢，刚刚只是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人来疯，所以不要在意哦。如果 TFBOYS 的粉丝们，我也是很欣赏他们的，我觉得他们非常有礼貌，然后非常的可爱，非常有才华，好不好？今天是一个，其实我已经画的差不多了，然后灯好灯，我想要好好的唱刚刚那一首的副歌，但是我需要有人为我提歌词给他。而且九零也唱过首次，刚刚唱的去拿我手。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想用金色签名可以吗？可以啊，去拿签名笔给他。今天要争取三十万，所以现在是27.8，还是我把它反过来自拍会更多人吗？可以啊，等一下可以给你。我要签名喽！钢钉，你让歪一下子。有太多未知的角色。你们知道我以前学过书法吗？我干了，我真的是，等一下啊，等我瞄完啊，等我瞄完，不要走，不要走。
那你们想看我的身份证吗？我没有身份证。好了，好，我终于，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哎，不然我们来大合唱，我们大合唱这个，你们来唱，要不要？要不要？我们来唱《青春修炼手册》。我是说在场的工作人员跟我大合唱，要不要？要不要？凯凯，你要唱。我的歌就一开始就是你了，跟着我，左手，你们会想听吗？我的歌我来唱。好，来来来来，这首歌，要教我教我，大家一起哦。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左手右手慢动作。大声一点啦、啊！给你快乐，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耳朵，装帅傻帅，很不听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这个我很会 ，One two three go。皮鞋擦亮，换上西装。我不会唱。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你们还要不要接唱？我真的是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有 freestyle 吗？这舞台又算是数来宝，有我哎、欸、，Excuse me。我有层次好吗？那就他们都不帮我唱，他们很害羞。哎，快了快了，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噔噔噔，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这直播怎么会变成这样？枪姐出现了，连歌迷说枪姐出现了。青春有太多未知的什么的猜测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哎，这样也不会人变多啊！我在这边疯疯癫癫，28.3万而已。哎，我们已经唱完《青春修炼手册》了，我们没有招了啦。那我也画完了，怎么办？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画。赏析，赏析，如何？好吗？人数就此停格，是因为我把 TFBOYS 的歌诠释得太奇怪吗？没有，我是真的很喜欢，我只是就是好啦，大家不要希望你们喜欢哦，好不好？他说你画得很漂亮啊。好啊，好啊，那希望，总之其实今天就是真的是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啦，因为这个活动是真的非常有意义的，虽然我们刚刚中间一度有点你也知道，就是有点在希望气氛活泼一点。那最后呢，因为其实我这个救护车我也画完了，那我再次说明，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时尚芭莎还有一直播联合举办的画出生命线第二季。这次的活动就是要帮助五个自治区，广西、宁夏、新疆、内蒙古以及新疆，那帮助这些地方贫困地区的乡县医院捐赠救护车。所以通过我们来彩绘的过程呢，透过直播跟大家互动，然后大家捐赠的小礼物产生的金额都会对这些地区的有需要的人产生帮助，尤其是呢一些急重症的疾病危急孕产的乡民们，我们能够帮助他们争取到黄金救治的时间，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的人。所以呢，真的是希望大家，如果比如说很常在生日的时候收到你们送给我们的小礼物等等的心意，但是其实在这种时候我反而会希望，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将这些心意化成更具体的行动，来帮助到更多比我们可能
物资匮乏，甚至是我据我所知这些自治区的民众们他们的医院设备可能也不足，急救车辆也不够，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就是要为他们募集募款，使他们能够获得救护车。那七万元是可以有买一台救护车，那就是在一直播上的话就是要百万的金币。当然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数字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能够马上汇款成功，不过今天已经非常非常谢谢大家在直播当中陪我互动。然后你们好像可能知道这个直播快要结束了，所以的人数呢就跑走了，殊不知我还要唱十首歌直接在一直播开演唱会。好了，没有啦，最后我就选择一首歌来做结束好吗？我来唱主曲好了，好不好？好，那刚刚因为已经唱过偏爱了，我来把一些歌串在一起 OK？ 好。又不是非要你的爱，反正还有那么多人需要你去关怀，反正我和自己能好好的作伴，所以分开彼此无害。又不是非要你的爱，反正我再苦的爱你也未必拿得出来，我珍惜的回忆你当作不存在，所以未来我不用你离开他了吗？想知道你的回答，知道又怎样，不能再像当初那么傻，现在的日子不好吗？就算我心上还留着你的伤疤，那我离开你了吗？也许并没有答案，没有又怎样，心动可别被冲动点燃。就欲言又止吧，也不要，这怎么用啊，转身看回到自己的日常。找到工作人员了，英雄也会流泪。有人点播这首是什么歌？不想再回到过往，爱的冷暖，委屈自己的一堆胡乱想法。我想再带大家参观我的房间，只是有时爱曲终人未散，还在流连忘返。你离开他了吗？我继续自问自答，知道又怎样，自拍不能再像当初那么傻，现在的日子不好吗？就算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不值得你无止境的沉沦。爱是缘分，不是牺牲，不可能不会变可能。你不是我该爱的那个人，虽然一起看过日月星辰，有些感情太怕认真，怕认真后悔是真，也是真心的沉沦。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就是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那最后这首歌就拿着救护车，还有专辑，一起跟大家欢快的结束好吗？最后唱完再跟大家说一些话。最后这首歌呢，顾名思义，就是不是顾名思义啦，非常符合今天的活动的精神，关于爱。那这首歌收录在我的专辑里面，最后一首歌叫做《我爱你》。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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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划出生命线。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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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当你低着头看见了什么，雨水倒影中一定有彩虹，当你在黑暗忘了怎么走，有颗星星为你闪烁。失去的那些风景至少拍照留念过，快结束了。失去的那一个人就留在上个路口，跳副歌跟我一起大声唱，一起哦哦哦哦，无所谓又会怎样，无所畏惧的奔放，跟我一起去流浪，一起哦哦哦哦哦哦哦，和一年，我们是彼此的信仰，我们的爱无法隐藏。谢谢一直播跟时尚芭莎，谢谢花出生命线这个活动。好，唱完了，我爱你。最后呢，我要非常谢谢大家来看我的画出生命线直播，今天你们都超级棒。喜欢我绘制的贺卡吗？贺卡在这里。哎，对对对对，是不是会送给大家？对。新手绘制啊，刚刚的直播就是证据了，你们都看到了。好，然后呢，关注9月9号，注意喽，9月9号，2017 Bazaar 明星慈善夜晚会，一直播，全程直播，慈善精神，为爱永存。最后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约定，看一直播汇聚爱心，你我同城。今天就这样咯，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也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的小礼物，谢谢你们的金币。我是曾佩慈，这次很开心带着第二张专辑，然后也很开心和你们一起参与了这些点点滴滴。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把接下来有可能会有的思念，接下来有可能会有的连结，我们就继续在微博上互动，然后有时间我也希望能够多多直播给大家看。那今天非常谢谢你们的参与咯，就先这样啦，记得赶快去吃饭咯，然后不要浪费食物啊，然后注意安全好不好，就先这样了，我是曾佩慈，谢谢你们，拜拜。关掉怎么关？